啊，实在是太多了。其实我这边慢慢的看，然后可能里面有写韩文的，我感觉就可能你哦，有日文的耶，有来自日本的朋友吗？哦，还有，好像想要，我的歌来自什么意思？就是说那这就这样。唱首爱歌曲可以吗？ 사실 팬 여러분들께서 하트하는 걸 제가 좋아하셔가지고 네, 자주 하고 있습니다. 이준호 사랑해요. Welcome to Taipei 이런 거 하셨어요. 这边写说，你知道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걸그룹 댄스 챌린지 찍어줘요. 不是男团的，不是要男生的，你们不要帅气的。 근데 보고 싶어요. 你们想看吗？ 오늘 진짜 여러분들께 다 보여드리긴 했으니까 어떤 걸 해야 될지 모르겠어요. 뭐 보고 싶은 게 있어요? 하이 보이? 我刚听到，你们这边 지나가지않았나요？괜찮나요？快点，就是有一段时间了嘛，没关系吗？可以吗？你刚刚想看吗？아니 근데 等一下， 저도 보여줘야 돼요 춤을. 제가 보고 나서 그걸 따야 되거든요. 왜냐면 바로 추라고 하면은 어떤 춤인지 잘 모를 수 있으니까 준비를 잘 하고 계시네요 지금 앞에서. 네, 보여주고 계시네요. 왜 이렇게 탄식이에요? 아니, 안 해봐가지고 오케이, 제가 어떻게 하든지 간에 여러분들 좋아해 주시면 돼요. 不管我怎么跳，大家要开心才行哦，喜欢才行哦。 그럼 춤 한 번만 다시 보여주세요. 请再播放一次给我看一下。OK。好的，现场朋友们准备好了吗？OK，那我们就请工作人员帮我们 music start。 觉得怎么样？你帮他们。首先，做完了一个。等一下，他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歌就不理解了。我们先音乐播放去，是不是有点延迟啊？我们音乐是不是有点延迟？啊，你等一下，我们出一个。因为它有点慢，所以我跳起来有点辛苦。啊，真的，我出的，我要，我一定会跳的。 괜찮아요? 지금? 오케이, 오케이. 자, 그럼 다음 노래는? 나 샤이스네. 나 탈什么好呢? 이게 또 약간 가수를 하고 있다 보니까 춤을 잘 못 추면 살짝 뭔가 실례가 되는 그런 기분이 들어가지고. 毕竟我也身为一个歌手，如果我没有跳好人家的舞蹈的话呢，就觉得对人家很失礼。 네, 그래서 못해도 이해해 주셔야 돼요. 所以我如果跳不好，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哦。 大家都觉得很棒啊，High Boy 跳下来了。什么？叫我重新跳一次 High Boy 吗？哦，都可以的意思，只要你做的都OK。好，OK OK。那就再一次的 High Boy 了，다시 하길 원하세요？那你们想要再看一次 High Boy 吗？그러면 할게요。那就我就再跳一次吧。那尖叫声应该也不能少吧？ 准备好再看一次吗？像画面宕机的关系，所以后面就看不到了，对不对？哦，画面有点慢，画面有点延迟。原来，但是啊，刚刚我已经在上面看到，也有人在点这个。你说那首《High Boy 比较久，对不对？这边有一个比较新的。哈哈哈哈哈！要不要看一下？ 对。
请给我看一下. 아니, 노래를 같이 보여줘야 될 것 같아요. 要音乐跟画面一起. 혹시 노래를 같이 보여줄 수 있어요? 可以音乐跟画面一起同时. 제가 박자를 못 맞출 것 같거든요. 如果只给我看画面的舞蹈的话，我拍子可能接不上. 근데 어떻게 이렇게 바로 가르쳐 주셔가지고. 여러분 제발 부탁인데 오늘 그거 올릴 거죠? 네. 你们今天会上床吗？你这个有点，有点这样子，有点这样子的感觉。OK。不过这个太厉害了，他自己主导的感觉。啊，你很厉害，真的很厉害。谢谢，谢谢。再一次，谢谢两位。我浪漫的过程，难得。 저랑 사진 찍고 싶으시대요. 오빠랑 사진 찍고 싶어요. 오빠, 拍照. 라고 하셨는데 저랑 사진 어떻게 찍을 수 있을까요? 可以跟我拍照吗？怎么拍呢？ 저랑 사진 찍을 수 있을까요? 可以跟我一起拍照吗？你在哪儿呢？ 아, 지금 계신가요? 아, 在那里. 안녕. 어? 아, 올라가도 되냐고? 아, 예, 일단 찍고 또 랜덤으로 또 하시죠. 对，好，那我们就请这个画面，我们要把这个两人合并在一起以后呢，一起来拍照，马上用镜有没有？一秒上到台。你要用现在君浩是用右手的话，你要用另外一只手，对不对？哦，可以了。然后稍微再弄出爱心的一个形状，然后再靠近。好，慢慢来，慢慢来。 感觉第六感是不是死裂重新在我们现场的画面了？好了吗 ？OK 吗？啊，俊浩，不要再抓一下位置哦。准备好了吗？再，我好了。好，三、二、一，拍照。天啊！他们都 OK。 好，再一次吗？再一次，重拍一次啊。他们都好，再一个。 要拍了一点，要拍什么 pose？ Okay. 一个人要跟小哥，大爱心吗？好，两个人要两个人，笑一笑。笑。不是，大哥那么好。哦，OK，OK，OK，好，可以啊，等一下，再三二一。谢谢你。哎，担心吗？ 上面有写要合照的是谁？你全部都写合照是不是？二楼有写吗？二楼的声音，不好意思，没有照顾到三楼的朋友。三楼的声音比二楼还大声哎。 3층이 너무 멀어서 안 잡힌다고 감독님이 그러시네요. 不好意思, 3楼, 刚刚 导演说 3楼 太远了, 所以可能镜头拍不到他. 어디가 될까요?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对着摄影机，你就没办法看到，太可惜了。
好可惜。 谢谢。
저 그러면은 카메라맨께서 이렇게 직접 해주시면은 하겠습니다. 那就由摄影师我们随机选一位吧。好，那我们就请摄影师来帮我们选一下。其实大家都有自己手拿的板子啊，大家其实在台上不太看得清楚。刚有来自香港的朋友，我看到。然后哦，已经选到了，已经选到了，然后直接站在台下的。 是要近距离挑战就对了。这个近距离应该是马上即刻眨眼吧，粉丝。粉丝俏波叔，你可以吗 ？OK 吗？你确定可以吗？准备好了，3、2、1，开始。 害羞了吧，俊浩？没？什么？好久没来。有求必应哎！怎么 눈물이 나가지고？ 可是我一直在掉泪。在下面往上看都不好看，所以你从上面看。 긴장을 많이 했는데도 불구하고 이렇게 대답 하나하나 할 때마다 혹은 춤을 추거나 노래할 때마다 너무 좋은 반응 보여주시고 호응해 주셔서 정말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린다는 말씀을 드리고 싶습니다. 그래서 사실 이 준호도 모먼트의 특별한 순간을 항상 선물해 주시니까 저도 여러분께 선물을 또 하나를 해드리고 싶은데 사실 이곳에 와서 현지어로 된 노래를 제가 한 소절이라도 부르고 싶다는 생각이 들었는데 정말 짧게라도 여러분들이 아시는 노래를 또 불러보고 싶었어요. 네, 그래서 그 영화 유에라오 OST 르거크어이 좀 짧게 불러볼 건데 지금 굉장히 가장 떨리는 순간인 것 같아요. 만약에 부르다가 긴장을 풀 수 있는 방법 어떤 게 있을까요? 약속 하나만 할게요. 만약에 제가 부르다가 뭔가 좀 실수를 했다 그러면 지우고 다시 갈게요. 여러분들도 다 잊어주셔야 돼요. 그러면 한번 불러보겠습니다. 나 어쩌나 창창창 하나 好, 나 제주호 바깥에까지 소리가 좀 다 나가는 것 같아요. 조용히 연습했던 기억이 나요. 마음에
드셨나요? 谢谢你们。 옆에 있어주세요. 不只是我，现场的粉丝也会在吧。 我会努力学习的，刚刚。当然，跟代言的东西也有关系。那就抽看看吧。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这个礼物是什么吗？就这件，有 T 恤衫，편하게 운동을 때 집에서도 입고 할 수 있는 그런 웨어러블한 티셔츠고요. 코롱 스포츠 티셔츠예요. 这个是 코롱 的那个运动的 T 恤，它是可以在家或是你休闲出去的时候可以轻松穿的一件 T 恤。거기에 이제 주나드먼 데코백이고요. 아 주나드먼 的环保包，环保袋，环保包。 그리고 요거는 然后这个是 아직 모두가 아시죠? 香水，手把手香水，有一模一样的味道，真的感觉，现在也闻得到，对不对？真的，还有另外有一个，这个是最后的大奖，是啊，그리고 이거는 젠틀몬 스타 선글라스. 제가 썼던 그런 같은 건지는 정확히 모르겠지만 제 분명히 썼었던. 也有戴过，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是不是刚刚跟我戴过的是同一款，可是不过这是墨镜。然后啊，每一次抽奖啊都很奇怪哦，就是尖叫声最大声的，通常都会被抽。就今天这种奇葩的情形，你看看身边哪一你觉得你戴过的是？现在笑声这么大声，怎么这么大声？ 那我现在就要抽咯，今天真的是听不出来哪一边比较大声，真的太大声了。通常都会有人知道，总会有一边比较，比如说像在右边的人就没有在喊吗？在左边的人就会笑，看看是不是左边。哦，是哪一区？我抽到了。嗯，这个有一点麻烦，就是我们可能要请工作人员来帮忙看，因为他好像切到。 它这个指的这个票根，比如说上面写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表演厅的那个台子就已经被卡掉了，所以下面的数字会不清楚哎，这样子可能会有点失去公平性，所以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帮忙看一下好了，我们先抽再抽一张。啊！我刚刚听到二楼的声音好像很大。 声音就没了，谢谢，啊，记得带着你的票根，然后我们会在那个交换的那个服务台那边会礼物可以领取去 ，OK， 谢谢你，谢谢。刚说有衣服，还有环保袋，5张的东西不包括多少？我一次抽中了2张了。 9台9号，马上拍起来！哦，好了，那就是，他已经马上看到了，记得很清楚。恭喜恭喜恭喜你！好，想再来一个，3D哦，3D，14台16号，因为在楼上，所以可能会有点清楚，我们要看一下。如果有声音的话，大家帮我讲一下，就是有，谢谢。 好的。刚刚抽中的就有一个，实在是因为他完全看不到。我真的很想要送给这一位，可是真的很抱歉。
因为完全没有办法读取，念号码我可以念啊，但是就是很不对。比如说我这边前面有个数字，然后它写一区，然后后面写3801号，可是前面其实应该有数字，你懂我意思？哎，我们就聊天聊起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哈！评论里面很没出。好，恭喜 3D 15排1号，哦，有在现场，我听到声音了，那应该是吧？哦，好，恭喜四位可以获得的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运动上衣，还有帆布包。OK， 紧接着我们要抽出，如果想要跟俊浩一样，谁想要？5、4、2、1区，9排14号。哇！你在现场吗？哦，九个是不是过一轮了？哦，有人在举手，在挥手了。哦，但哦，谢谢，恭喜你。但是其实有2个人在挥手了，就是有想要被看到的，还有想要拿到礼物的 ，OK。 还有想要获得香水的是3楼3F区，4排6号。我们都要听人家。有在，好的，谢谢。好，紧接着我们还有3位，里面好好的讲一讲。哎，我现在才发现他这个是一个 sensor 2G区1排4号，然后后面的这边是2G区1排4号。OK， 好，紧接着我们还有2位可以获得香水的是哪一区？哎，真的有B耶，2B区9排3号。 有吗？好，有，我刚听到有人说有，好，谢谢。最后一个香水呢？好，小B还是不是有点声音？没有，看不见了，这个，对不起。 有3F3排8号，谢谢1、2、3、4、5，5个香水，谢谢以上5位的得奖者。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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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个最后的，要把整个箱子都拿起来。哦，你认真的，要，这个不能，不能，不能，不能用力摇。 就是他了吗？还有吗？哦，很清楚，没有被他到。贺C，昨天7排19号，恭喜，谢谢，不要忘记了以上的得奖的朋友，麻烦请记得要带着你的跳跟，然后。 在这个跟我们工作人员在福利台或福利兑换柜台以票根领取礼物就可以了。当然，今天谢谢俊浩带来这么棒的礼物给我们现场的粉丝朋友们，没有抽中的朋友也没有关系。今天呢，在这个结束之前呢，一定还会满足现场所有的粉丝朋友。哎，今天真的。